好，第一个就是救生圈。救生圈也可以。好，救生圈前面会有一个活结，好，活的圈圈，我们可以放在手上。可是，如果是小朋友，是不建议放在手上，我们通常会绑在大石头上面，或者大树，看有没有大石头。对，就是大石头，这棵大树，好，可以绑住。哦，绑在石头上或者树上，哦，这时候你就不会被拉下去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石头跟树，哦，帮你撑着，哦，就比较安全。或者是用长脚踩的也是可以的。那你不要绑在那个刚长出来的小树，一被拉就拉倒了。我们要先，首先要把身体先收好，然后脚踩着。然后泡在安全的正后方，哦，将救生圈拉靠近地垂直，预备，勾。啊，身上。哎，这么轻。那个他老师常常去夜市泡圈圈，一泡就中。他等下把老师带回家。哦，我们是泡在安全的正后方。让溺水者接到救生圈以后，我顺势把溺水者救回来。我再示范一次，放在溺水者身后方，预备，勾。你可以拉，如果你高位跳的话，还可以拉，拉到那个溺水者，让溺水者直接接到前方。来，接下来是最后一项，好，竹竿。它是塑胶的。我们竹竿使用的方式，好，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好呀，使用的时候特别注意，你不要太高，你在标准射过去。快没电了。你在射里，刺下去。哦，不能用刺的撞击，也不可以用敲打的方式、拍打的方式。哦，从那头敲下去。哦，如果敲到那头，会怎样？造成他的伤害，他可能失去意识，没办法拿出竿，这时候就没办法救他。我们正确方式是蹲低，哦，身体蹲低，然后竹竿从旁边移到溺水者的前方，然后顺势的将溺水者，啊，拉上岸。如果是。竹竿公分可能要使用，不能使用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初步的示范。如果你竹竿没有操作好，会怎样？飞飞，飞出去。哦，重心如果放太高会怎样？原本是顺势的将溺水者拉上来，对。现在是不顺势的。那个溺水者的家将救者拉下去，这时候他们两个哦有可能会怎样？互相拥抱在一起。这时候他们就会一生一世在一起。今天是什么？2014，52，所以他们两个是会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们刚刚操作两辆，哦，两大列不太一样的，一个是非接触性的器材，一个是接触性的器材，哪一样是比较危险的？接触性。接触性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会被夹。拉下水，哦，所以自己特别注意一下。哦，如果下面，哦，下面如果是一个体重非常重的大人，上面是一个小便，是不是拉拉？就像大象在水里面，老鼠在上面，老鼠用尾巴。
巴，拉他下巴的起来，他不起来，对不对？